吃吗？是不是弄出来特别好吃？特别好吃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吃到马肠吗？对，今天给你做。我怎么称呼你？阿丽亚。阿、啊、阿、啊、什么？阿丽亚。丽亚。那你呢，小哥？热克木。热克木。热克木。他是我弟弟。哦，弟弟，这是姐姐哦。你也给我起个哈萨克的名字没？那种最帅的帅性男儿叫什么名字？会叫拉亨别拉，拉亨别拉，拉亨别拉，太长了，你给我整个短点，我记不住呀。拉亨别拉，或者我们有没有那种哈萨克族那种金童玉女的那种情侣名？有没有？想一想啊，想一想，好。阿斯兰，阿斯兰，阿斯兰也可以，阿斯兰啊，我叫阿斯兰，行啊。那女生呢？叫什么？叫阿丽亚就行了呗。阿丽亚。那我叫阿兰，你叫阿雅。阿雅。雅雅。